欢迎收看我不可拿铁频道。今天要介绍的是 Free Fire 的抢先更新情报。在国外社团有看到一个新的影片，就是我们这次官方有分享说百慕达之后一个区块又要更新了，要重新的翻正。然后这区块的话，就是现在看到这张图，就是 W 这个区域之后变成一个靶场。今天的话会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区块现在长怎么样，未来会变怎么样，会有一段国外社团影片分享给你们看。首先呢，我们现在就飞嘛，我这场的话就直接先飞往这个 WA 这个地方去飞。好，因为现在这个游戏的地图都是英文的，其实有一阵子是中文啊，现在后来又变英文版本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调成中文。我觉得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，因为他现在目前官方一直针对百慕达地图一直在调整，一直在更新它的一个场景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很多玩家会觉得说可以出新地图，然后呢，可是可能担心说玩家人数没有这么多，出新地图可能会分散一些玩家在玩某个地图啊，所以说地图没有到很多，未来或许还是会开放新的地图啊。好，这里的话我先飞这里，因为我必须让你们知道说是哪个区块。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不陌生，它在码头旁边，这边有个 L 房，我先飞过来，先拿一些武器，因为毕竟我是正常的在玩，就是经典模式录影啊，所以说我没有办法，比如说什么官方服什么没有那种东西，所以说我只能够录给你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区块在哪里。你还在前面了，然后这里我听到敌人声音啊，所以说先不要敌人跑掉 ，OK， 不然呢会影响到我的录影，就是会告诉你们说在哪里，所以这有遇到敌人我要先杀掉。好，这个区块你们现在先记得，现在我们玩的画面就长这样。好，就前面这一块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影片吧，就前面这一块哦，这棵树跟这个建筑物。好，你们看到现在的画面哦，未来的画面不一样了。未来的画面的话就会像这样子，草比较长，然后现在是长这样子，给大家做个比较。特别录这个画面是为你们比较一下，说以后的场景跟现在的场景会差多少。其实未来场景会比较偏向真实啊，然后靶场位置在这棵树的这个区块。好，有没有看到齁，现在是没有东西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社团的影片。好，现在这个靶场你们可以看到，它其实光影啊，整个地图都变得非常的立体啊。其实基本上来讲，如果你有玩过 PUBG 的话呢，它的感觉是有点像 PUBG 的色调，现在颜色是比较鲜艳，然后之后颜色会比较偏向真实。然后靶场这个靶是可以打的，然后这个是国外的社团的玩家在测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测试啊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靶，每个靶都是可以打的。然后打完以后，这靶应该是不会再立起来啊。这靶场的感觉就是其实是天堂岛了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吧？靶场这个外观是天堂岛的那个岛的那个靶场拿过来用的，就这个地方，就是靶场就跟天堂岛那个很像嘛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这边换一把 VSS， 然后有远距离的靶。有点像可以在那边练枪啊，可是说真的，你在大逃杀游戏里面做这靶场，然后你这边练枪，那基本上你这边开枪的时候，其他敌人就把你头打爆了，这不是很危险吗？好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靶可以练习啊，所以说这个靶场未来来这边练枪的玩家们，你可能要小心，你在打靶的时候，敌人可能打的是你的头啊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地方有做一些类似土房的东西，可是他这个没有挡一个人，你只能趴下来躲。如果敌人来的话，只能趴下来。再来就是你们可以看到，这次的草丛改的比较长了，所以未来的草丛应该是可以在决胜中躲一波。等一下在后面的影片我们会看到啊，这个地图其实是全部的整个百慕达岛的色调都跟现在不一样了，变得比较深邃一点，比较立体一点。再来就是你们看到这边也是增加一些场景，像一些货柜，原本是没有的，现在是没有的啊，未来就会有了。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工厂。然后这还有靶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靶没有？然后他现在拿榴弹枪射也是可以，哎，没有，没有打到靶。哎，所以这靶我看一下哦，射不坏。靶的话用榴弹枪射不坏，所以用枪才能射坏。这边也是有些草丛可以躲藏，然后旁边有香菇跟靶，靶打掉以后会倒在地上。好，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界面是英文的界面。大致上这靶的话还蛮多的，
如果你可以把这边靶全部打完，还没有被敌人杀掉的话，算是不错啦。然后这边有个工厂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工厂。其实这个区块为什么官方要改？我这边猜测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少玩家来，大家都喜欢跳 B 大街嘛，中塔，然后呢，山顶这些地方，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比较没有人，所以说他要把它新增一些场景。所以未来呢，工厂在区块好像也会调整，因为目前有看到图片啊，也是会调整。然后后面如果我有找到社团影片的话，会跟大家分享。今天主要先介绍这靶场的部分。对，他这样就榴弹啊，是射不坏。然后这边也多增加一个工厂，就是靶场的左边。你看一下这工厂的，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两层楼的水泥房啊。然后外面多一些堆土机。好，这个地方呢就是改成这样子。然后前面一样是墓园嘛，就是前面那边是墓园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它草真的很长哎。我们现在草是比较短的，然后颜色比较偏鲜艳，它这颜色就比较暗一点。然后这边开车的话小心，因为蛮容易撞到的，因为它这个土房蛮多的。好，看起来是要开到上面这边来。好，上面这边的话我有录影，就录我们现在游戏的画面，让你们去做比较。好，现在要下样跑的，阴影是越来越好啦。然后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很吃手机效能。好，这边看一下分割画面。好，你们看一下右边是我现在游戏版本，然后左边是社团发的影片，也是未来会更新成的样子。你们看到草的立体度又不一样，包括阴影，左边的阴影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右边的颜色比较偏鲜艳，比较像卡通啊，就是差异性给你们看。然后在草丛的话，未来的草丛是比较好躲，然后现在草丛这边根本没有草啊，没有，所以说它这个区块在整个百慕达地图呢都会去调整，很多地方都会草会增加草堆，让敌人那玩家可以躲，可以跟敌人去做交战啊。到决胜可能很多人都趴在草地上，就跟趴狙有点像，因为趴狙决胜其实如果你玩过知道，电脑版他们草都很长，所以说大家都会趴着。然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分割画面，同样的区块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立体度跟变化性。像这个原本的草根本要躲啊，然后这个新版的草是可以躲的，没有问题啊，就给你们分享一下。然后再就树木的阴影啊，场景的变化啊，变得比较深邃一点。其实它这颜色比较偏向以前的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的画面，以前的颜色是比较偏向暗沉一点的，然后后来有一个版本开始就到现在嘛，就变得比较鲜艳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，其实它有些草堆的部分啊，现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的，它都增加了草堆。我觉得是为了让玩家就是呢，你有随时可以躲起来啊，因为如果你发现敌人的话，你趴着也可以躲，不一定要躲树跟石头嘛。因为现在我们玩家躲都是躲树、石头、掩体后面或者是架凝胶嘛。然后它现在草堆如果做起来的话，我们未来也可以省一些凝胶，省一些东西，然后就趴在草上面，然后等敌人来的时候慢慢的杀掉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现在就是看这个画质啊，跟这个解析度。目前因为这个影片是社团影片，没有办法很高解析度啊。等未来更新以后，大家就看得到。然后目前还没有更新。然后这个影片也是国外社团的，所以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台湾社团现在好像没有人分享这种影片，所以我想说就录制一支比较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小工厂，其实小工厂变得跟以前的工厂有点像，就旧旧的，有没有旧旧的？然后我们现在工厂是比较亮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这是我们现在的画面，现在的版本。好，先发一个敌人了。有没有？现在工厂是比较亮的。这边这个敌人的话，我想先把它收掉，因为其实我在录的时候是正常的玩经典模式啊，所以敌人根本不会理我在干嘛。他们看我这样还是会打。好，这敌人呢，忽然间出去视觉，是刚好出去我的视线，特消失一下，架一个凝胶。好，架凝胶的状况呢，如果他那边附近是没有掩体的，我会选择先把他凝胶打坏，因为我现在子弹数还算够多啊。好，打坏了，他现在没有掩体了。好，可是现在这王家还是选择躲在树后。我们这边的话靠近他，我先拿一个凝胶诱敌。好，加在树旁边，
其实可以再架前面一点。非常痛，又没有防弹衣。他残血，直接抽掉。OK， 不要有补血的机会。好的，特别制作这支影片呢，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游戏的进化。未来可能会增加就是靶场嘛，然后再来就是草丛增加，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了。然后更新的部分呢，要看官方什么时候更新，大家要锁定官方的粉丝团。今天游戏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拿铁影片的话呢，可以把一个喜欢，一个持续订阅我，也可以把我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后面我会继续介绍 Free Fire 攻略的情报，也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